高丽参在韩国传承千年，如今韩国人日常生活几乎都跟高丽参紧密的结合，就连饮食文化也不难看出韩国人对于高丽参的喜爱跟疯狂。今天东森新闻走进正官庄系列报道，就要带你一起到韩国体验高丽参无所不在的魅力。热腾腾的人参鸡汤端上桌，浓郁的鸡汤伴随着人参香气扑鼻而来。位在首尔江南区的人参鸡汤专卖店，尽管早就超过了用餐时间，食客依然络绎不绝，因为关键就在它的真材实料。打开人参鸡，焖熟的白糯米以及满满的料塞得饱满，最重要的精华还是以最珍贵的六年根高丽红参熬煮，不仅暖胃更补身。习惯以高丽参入菜的韩国人，完全展现了大韩民族讲究食补的文化。뭔보다도한국은그홍삼이대단히유명합니다고려인삼고려홍삼이렇게그굉장히중요한데不只是人参鸡汤，走进韩国人的家庭厨房，高丽红参其实还有你不知道的隐藏版料理。拌炒胡萝卜、香菇，一道道季节食材铺上白饭，还得强调配色要协调，这就是象征着古代王室团结的韩国传统拌饭。而这里的白米饭就是以红参水蒸煮而成，让吃饭也像在进补。홍삼이우리가찌고말리고하는과정중에서대단히좋은성분들이생겨나는데요이때그그물로밥을지으니까아무래도면역력에도또조금혹시좋지않을까이렇게봅니다牛肉在煎锅上被翻炒，声音滋滋作响，让人口水直流。怎么让这道韩式烤牛肉更美味？秘诀就在腌制时加入一点红参，不仅能去腥味，还能减低牛肉脂肪，帮助人体消化。홍삼의약효를아주쉽게표현하면은우리몸을맑고깨끗하게해주는약효입니다그러니까우리몸의구석구석을청소해주고노폐물을제거해주고또기름이필요한부분은기름을칠해주고해서우리몸이제대로작동할수있도록现煮研磨咖啡，浓郁的咖啡香还伴随着人参香气，这就是韩国时下流行的人参咖啡拿铁。打破高丽红参只是中药的传统框架，将高丽红参精与咖啡调和在一起，人参华丽转身，让补气养生变得很时尚。그럼저희가홍삼을추천을드리면젊은분들이거의보통은안드세요근데저희가이제추천을해드시고나면굉장히생각했던것보다쓰지도않고약간부드럽게즐길수있어서너무좋다고약간건강해지는느낌이라서드시고나면항상좋아하시고요그이외에찾아주시는분들은거의홍삼제품많이찾아서드세요저는커피를먹는걸상당히좋아하고요커피일반커피도좋지만홍삼커피는홍삼이함유돼있어서더욱더커피를마시면건강해지는느낌이들고있습니다그래서저는이사뿐사뿐에보통이틀에서3일에한번씩은꼭방문을해서홍삼이들어있는다양한종류의커피를마시곤합니다韩国人讲究吃食文化的传承，打开了高丽红参食补的各种可能。如今，高丽红参也被证实具有提高免疫力、消除疲劳、改善血液循环等六大功效，更打开了年轻人接受高丽红参产品的新趋势。뭐기본적으로그한국에서도그렇고요그뭐중국시장이나세계시장을전반적으로봤을때도보통40대이상에서40대에서한60대정도의중장년층소비자들이아무래도그건강에대한관심도상당히높고젊은층을중심으로해서 20, 30대중심으로해서뭔가그에너지나그힘을어떤힘을필요로하는부분에대해서그저희정관장홍삼제품을통해서그런어떤소구포인트를좀충족하려는움직임을보이고있습니다正官庄高丽红参传承百年，从传统生根到今日广受各个年龄层喜好的人参创意料理以及红参饮品。正官庄高丽红参迈向全球，如今已出口全球60多个国家，获得世界各国的肯定。未来正官庄也将不断创新，以不同的样貌持续守护人民的健康。东森新闻殷厚文、罗瑞琳，韩国首尔采访报道。